在万安演习唱忘记了。最近我在台中有万安演习，白三年七月十二号，台中万安演习，3:30。我人生第一次万安演习分别在两地，对啊，明天是台北的，今天是台中的，对啊，然后前方是台中救火的，我觉得蛮特殊的，我差点忘记了。从八一二加八一，列车进来。还有丰原，开始了半小时吧，万安演习。你说，至少真的还在月台就还可以了。先跟大家讲，3:30就说在台中听到了万安演习的警报声，第一次吧。那明天是台北的，两位再见。